爸，请收留我一个晚上。他叫我爸呀。你疯了吧？放着你那么好的家不睡，干嘛睡我家？我现在在问你，为什么看不到俊表他人？单方面被拖进去俊表的世界，很有压力，也很不自在。如果俊表的世界让你有压力，只要他跟随你的步调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打人？打这种家伙还需要理由吗？快道歉！如果你就这样走掉，你跟我结束吧。哎，俊表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花样男子，东森戏剧台。